嗱，身后咧就系分咗伊香港站嘅入口啦。咁虽则咧就系首次有国际大型嘅赛车赛事喺香港举行啦，不过咧门票成2000几蚊一张，我又比唔起。咁但系又想感受下现场嘅气氛，其实系有计嘅。 虽然警方已经讲明最佳免费观赏区咧，文耀街天桥会用布幕遮蔽，多个地方例如呢一度同埋呢一度都唔会睇到嘅。咁样仲有冇免费靓位呢？IFC Apple Store 嘅呢块大玻璃就系最佳嘅位置啦。虽然官方就话当日会照常营业，但系当日会唔会因为人满为患而有管制措施就未知嘅。既然太多人，不妨就行过一啲。 呢个窗口位都睇到赛事噶，而且仲睇得几清楚添。嗱 ，IFC 另一个比较好嘅位置咧，就系呢个平台啦。咁虽然咧位置咧距离比较远啦，咁但系依然都见到呢条赛道嘅。不过到时候大家可能要带俾个望远镜先睇得清楚啦。嗱，9号码头呢一度咧就将会系另一个入口位嚟嘅噃。咁届时咧就会有人流管制措施，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逗留喺度睇个弯位嘅话咧，就可能有啲难度啦。 嗱，若然你真系好想好想好叹咁去睇，又唔计俾钱嘅话，我建议你去呢度文华东方呢个叫做豪华结束住宿计划嘅 package， 俾16888咧就可以住2晚啦，更加包2张即系可以睇电视直播嘅 eVillage 区门票，值唔值得呢？嗱，据闻咧 book 到爆晒房啦，几咁巴闭啊！但系讲开又讲啊，喺呢啲商业大厦上班嘅朋友，我真系好羡慕你哋啊！